就是哇，就是我的帽子开了，有很多东西我都拿在手上，就拎着跑。好好看啊，它会被那栋房子挡住吗？哦，它被那挡住，但是我们高一点的。然后再出来的。你发现它出来了，太阳对着我。简直是死亡五分半，我的天，就这篇基本上啥都啥玩意儿没听懂，然后他是终极，结果我做成这个样子，我惊了。我要到学校，然后拐过去，就到了。如果我说我愿意，能不能就在一起？亲爱的你别任性，就天气被动的你。看，今天阿姨给我的这个鸡蛋味道非常重，我非常满意。我跟她说，阿姨我要喂脆肉。对，他也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重口的原因，就吃一顿那种特别丰盛的早餐，就会特别有幸福感。我看起来很幸福吧？就是，就它前一天闻起来，我真的能吃出茶叶的味道，有点强了。开树吗？星期三下雨。怎么了？哇，好可爱哦！这可以吃吗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哇。饼干屋哎，然后可清说下面就看你的功夫，抓紧把它偷出来。可以，哇，那里面有镜子，我真的可以看到我。好嘞。Would you want cup of coffee？ 你请我吗？这个怎么说 ？Are you pay for me？ Yes。啊，对。If you pay for me, I will have. 我不会问这句话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用。我会说，我也不会问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我觉得，我从来没有问过这句话，因为没有很用过。所以，你可以开拓一下这个句子。说，我听你怎么说。My treat。哦，那你请我，那就是 you treat。Do you treat me？ 是吧？几号？今天24号。我请你，走吧。因为买一送一吗？是第二杯一。好嘞，我记住了。为什么不好吃？什么不好吃？我怎么了？你想拍什么？拍我吗？哦，扫描二维码。是我的这杯一元还是你的那杯一元？This is the problem。但是学会计的人是觉得是一杯7块钱。啊！
金，收林可清吗？旧的林可清，他不收，把它还给我。哇，这个阳光太美好了，好张眼。我第一次来图书馆四楼，看这个小阳台，哇，那一丝丝，太棒了，好开心啊！那个小电梯，还没小比楼高很多。在下雨耶，雨好大，我在这种大雨下跑完了我的5公里，然后我感觉有点热，但是这个下雨呢又感觉有点凉，就非常有趣。 Look at me 啊，行啊，我现在在这么大雨下跑完了5公里，好棒啊，只有我一个。发现人生有很多这种好像看似就是在偶像剧情节里面发生的，然后需要被记到小本本上的这种事件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，就只是某一天突然想做，然后就这么一个契机，然后就去做了而已。然后在最后一个冲刺跑的时候，我跑他那个燃脂跑，哦，就是，但是我第一次跑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疯狂跑，就是他让我跑400米就快跑，然后我就冲刺那种，然后后来就是跑到后面几个冲刺就窒息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现在学聪明了，就整个就匀着跑，就觉得还行。但是你看，就是下雨下的还挺大，这个地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冒热气。拍几张照片，这个灯光也太好了吧！啊。我的袖子全湿了，看，真的是水淋淋，太 nice 了吧！哎，还有一个跑步，我刚刚跑的时候没有发现，但是感觉它好像有事情，还是很伤心的样子，嗯。好，I will go，我要去洗澡。阿杰跟我说，要等个多长时间？要等个半个小时才能洗，因为现在刚跑完步，就是你的毛孔是张开的，那样子不好。对，对哪儿？对身体不好。对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啊，对，我要拉伸。我跟你说，跑完步，你要不拉伸的话，你就凉了，就是就会形成肌肉，然后你的腿就变更粗。就是真的，我亲身经历。曝光真的神奇，就会显得人很好看，就是至少我是这样，就是曝光就会觉得哇，仙女吧。等一下让它曝光，是不是感觉仙女？然后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很神奇，就会觉得曝光好好看啊。但是就没有我满脸通红的样子。有个特别神奇的事是我的鞋居然没湿。就是它就是鞋头有一点点湿，但是整个我的脚还是很温暖，就很干燥。这好聪明了，提前把我的洗澡的盆先放在浴室下面。哇，简直！皮纸是我浴巾，那个是装了我的拖鞋，下面是我的洗澡的东西。里面浴室，你看澡堂不是，操场就在那儿，就在那个神秘的小树林的那儿。那会儿我不知道看不见，就大概是这个方面，然后这个就是。